呢，我除了要加我自己烤的烤燕麦之外呢，还要再加一点最新买的水果干，加想要的分量进去。新买的草莓干好香哦，切好大颗。凤梨干呢，因为太大片了，这样很不好咬，所以呢，我决定用剪刀把它剪成小片的。完成啦，哒哒。其实我这次烤燕麦的时候啊，忘记加坚果类进去了，有点可惜，下一批烤的时候要记得加。